大家好，我是一球山里暂时25和 45K 的促销卡包，整天出过限量促销，出了一个终极杯赛的任务，有效期是13天，也是限制每天入场次数的，每天最多只能入场三次。基本上每次获胜啊，都会给奖励，或者是卡包，或者球员挑选啥的。最后一共是14胜，比赛规则又是最大化学啊，基本上想用谁都可以。球队任务也终于更新了，基本上是除了英超之外的其他四个联赛里选一个做就可以了。然后比如西班牙的这个，就是用西班牙球员或者西甲球员啊进些球啥的，最后会奖励一个卡包，因西涅的时代终结卡，96的一个左边锋，成本在20多万，五花四腻，主力脚右脚，163的身高，高中的心态，身体模型应该是他自己的。这个卡的特技也特别多，flyer 外脚背射门搓射，速度97，控球98，射门也不错，93，耐力达到了95。Inception 说这张卡其实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，非要找缺点的话，可能就是身高矮一点，然后没有什么身体，但除此之外，不管是控球、射门，都是非常好的一张卡。而且意甲基本上也没什么好的左边锋，有需要的可以考虑做一下，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。挑战 SBC 75的总评，90的化学，会给今天唯一的一个活动代币，奖励的卡包是一个可交易的金卡球员包，里面有12个球员，3张闪金。另外，在任务里还出了一身球场装饰品的任务，任务很简单，UT 底下任何模式踢踢球进球就可以啊。奖励的是一个阿迪达斯的队服吧，反正就长画面中这样，还有球场主题啥的。好了，就是以上啊，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